啊，老妈的比较小，这个你们拿着，我们的。我们走了，亲爱的。啊、谁是你亲爱的？叫错人。我们走了，亲爱的。好。箱子取下来，准备收拾东西。怎么弄呢？我箱子我自己拿着啊。好放就放我车上，不好放你就拿着辛苦一下，好不好？看一下老妈要不要带箱子吧，她要不带的话就够了。老妈，嗯。就是我们俩用一个箱子嘛。用这小的这么多天是不是有点小啊？夏天衣服少了呢。但是放这大的吧。交给你了，你来收拾吧，因为我不知道带些啥。带这个小箱子呢，就是好拿一点，但是出去还要不少天，两个人有点装不下。喂，你怎么还在睡觉掉？你怎么还在睡觉啊？睡过这么久。你东西收拾好了吗？收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箱子啊？没有，那几个包嘛，包了没有？这个。嗯。就这几个袋子吗？嗯。就带这件衣，这几件衣服啊？带我家啊，带我家的没有。那行。我就出去省，带省呢。什么东西响了？那这里买了化妆品高些。哦，化妆品响的。嗯。就这玩意响的呢。嗯，我走。是不是说是晚上走？嗯，晚上走。晚上走，明天晚上夜里到。你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了呀。啊？收拾好了呀。咱们吃个晚饭就要出发喽。好呀。嗯，就去四川啦。我赶着走呀。走了呀。我们什么时间去的？你跟大壮明天早上的高铁。哦。啊。你们今晚就走啊？我们今天晚上吃过晚饭就走了。哦。知道了。到的时间就行。老爸就想着我们清明节。我省你了，这晚这都快。一千多块。对吧？一千多。你把你衣服跟老妈装在一个箱子里。我提一些吧。算了，我把这箱子拿给你们用。你们没有箱子。哎。啊。你起来了。哎，我拿个密码箱给你。你跟老爸，你们衣服也不多嘛，就这几件。啊。放这，我给个密码箱给你们放。那推着公交啊？给大壮他们推，给大壮推着吧。这、哦、媳妇就辛苦一下，媳妇。嗯。辛苦一下哈。没事，我们两个人一个箱子搞定。啊，我们俩一个箱子放车上，那个大我就车上、这小的我来推着。大的放你们车上，就是、背包啊！啊，舅舅媳妇，舅舅的东西，就藏我在那上。你背个背包啊？啊，对，这还有钉子。那老箱子里不是方便拿？二姐买个这衣服要穿着。那怎么就那怎么穿了？啊，冻死的，不冷呢。大的嫌冷呢。给我拿去包。老妈，你收拾好就带这个啊。你要不要打厚点毛？要打厚的。好的，早晚你们得套一下。今天穿好的。今晚出门的时候冷啊，行了。你在干嘛哦？你把你那黑的那一套啊，好的那一套了。找身份证呢。就过来哄的。穿棉袄去的。老妈怕冷他。再穿一个。四川也不知道冷不冷呢。不冷不冷。反正我们这里这两天下雨了，降温了。下雨。我们今天晚上吃过晚饭就出发了，去大姐家了。大姐家还是去年去的，也好长时间没去了。挺怀念四川的，大姐，等我们哦，把晚饭做好，龙哥把腊肉准备好。姐姐呢？我带不带化妆品呢？不用带了，都来都有，我们都带了。你带啥化妆品啊，老妈？你看，你三个闺女，一个儿媳妇，他们都有，你就用他们的。那我用他们的啊？那我就不带了哦。带了，占地方。带一大一嘛，那个都。那个啥也不留。混得好雨顺，老爸啊，对，混得好雨顺，对呀啊。这个给你穿的带着带。出门你看雨衣好，哎，这个好。这你看我，你看我媳妇把我衣服全给老爸了。今晚穿。明天穿。明天就穿几斤就你里面穿个厚一点。啊，穿冒险。穿冒险，等等他进入。我衣服你能穿吗？哦，能穿。你咋搞下的？你就搁。大裤衩这个他也当大了吧？大姐说了，她听不见，她小。那妹妹，哎呀，那小千羽，哪都妹妹啊？那一个吧，我们家千羽嘛，小转小拎着还长的嘛，他红的。我马上就去了，你别急啊，大姐。小千羽急的。天哪，你们还没到，我的妈！给你看看，你看，这红的没得，长的没得，红的长的。马上就出发了。妹妹可不可爱？可不可爱了？可不可爱？可
可爱呀。你看是我哟、哎、啊他光你哦看到啊哎笑了他听到啊啊哦哎呦哎烦了烦了烦了舅妈和外婆还舅舅马上就去啊来吃个饭就准备吃饭牛肉妈妈看牛肉还有一个土豆丝还有一个菲菲吃饭喽吃个饭走喽吃完了啊、哦，大壮子在这里，快吃过饭，吃过饭我们就走了。好香啊，好香呀！爸吃饭，一说我说开心，色香味俱全。那那还不开心，一说我说开心。牛肉，挺好吃的，吃过我们就要走了。我这地方不够，我这地方加完。好吃。快吃，快吃，我吃完了，吃完了，我吃完了。啊！我换个地方车上待，放我们车上待着。今天你老往北的时间分了，干嘛挂回冷挂？没事，换个车上就空了，人走还挺好。没放车上嘛，车上应该放得下。就是，我们就拿个箱子就行了。就打的。行吧。啊。那爸就交给你待着喽。啊。嗯。麻烦你喽。我乖乖，一待我一能待。老爸带我。嗯，行行行行。老子带我的。老爸，老爸没出过远门。啊，没出过远门，那咱就这喜欢。我们是到成都下，我估计他能坐到终点站。我们坐到成都东站。对对对，我女儿不能把永恒，特别他老爸太不容易了，要是真顶给欧了跑过多少回，是不是？赶紧小妹妹，亲和小妹妹。喜欢怪你不能把永呢。去一趟都不容易。真的，你看他干啥？你老爸一回没去过。好了，临近了，要到这把酒这真吃完没话吃。他就是大姐回来看你不就行了吗？到时候那就得了，这东西就靠给大太给俺多好了，啊，吃给了，不容易，不容易主要，嗯，好，我管你，真的太远，远嫁本来就不容易。我有的有的用来的，没这高铁不晕，高铁跟火车一样的，高铁我啊，确定走了现在？走了，妈，回来，加油，走，快走喽，快。走吧，你先把箱子拿上去嘛。走。白色的，你稍微拎一下嘛，下雨了。他箱子我拿，我的箱子放你们车上，因为我们俩的比较大，老妈的比较小。啊？老妈的比较小，这个你们拿着，我们的。我们走了，亲爱的。啊？谁是你亲爱的？叫错人。我们走了，亲爱的。好。快下雨了，你们早点上车。我外面走了，我的小棉袄。好，明天我就到了，我比你们先到呢。哦，我还有一件都没拿呢，我去拿一下。拿去，快点。水果是不是？啊，来，哎呀，我的妈！这是我跟大壮两个人的行李。嗯，太大了。哎呦，小了又不够装的两个人。啊，几个过来？老爸，你认不着？我认一下。这什么？放娃椰子的，吃什么了？苹果咋吃咋吧的。给他们路上吃的是不是？啊，装了这么多。对对对，谢谢。下给我，那你们明天没有吃了吗？这个放后排坐，王玉龙，吃的放后排坐，反正后排就坐两个人。好。对，这个太冰了。你坐里面干嘛呀？出来。我看他走了呢。下来下来。你不会开，等你回来考完驾照再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就走了。拜拜。在家里面照顾好自己。他明天我都去了，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看这男人都依依不舍，照顾好自己啊，一天到晚骗人的鬼。我们走了哈，慢一点，我们走了哈，副驾的一定要叮嘱他们别睡觉了。好啊，我看我跟他拍照。耶、慢一点哦，哎，后面都大雪了吧。哇塞，外面下的好大的雨啊，我们已经到二姐小区楼下了。我以为你已经到四川了
还没到，刚走。下这么大雨，现在接文东京上来就准备出发了，一路不停。我们不从西安那地方玩了啊、嗯，感觉要去大姐家比较兴奋。我要去挖笋、啊，四川的笋，我来了。啊，哇，下好大的雨啊！我忘了，我还没买点，我买点红牛啥的带了，买点咖啡，提提神。买了牛肉块，牛肉块。红牛咖啡，这顶住了哈，一天一夜的。不是我的瞌睡就是你，我只要打瞌睡就换成你，你的瞌睡就是牛，就是口碑。走，啊，2000公里，准备出发，走，开始。啊，车在那里，车在哪？在那里，车在那里，那里。啊，出发了，四川，我们来了。跑步去四川。走。哎呀这个脚啊还没走就成这个样子了，我的小白爷，哎，气死我了，非常绝了。你咋的了？别慢一点啊，气死了，擦一下吗？啊，我们上高速了。Hello， 哎，师傅，我请问一下，清明节哪一天是免费的？清明节，是不是五号那天出国入就不要钱？五号从00:00到24:00。哦，就是这个时间段里面都可以。哦，这个时间段下高入都可以哈。对。谢谢。那到时候这个卡呢怎么办？明天下午开始。你不拿卡了，拿那个纸质卡。那我到五号不会下高速的，因为我出远门2000公里的。你至少是5号的24:00之前你要出去吧？下一次高速，我们找个高速路口下一下是吧？对对对，就是00:00之前的晚上的24:00之前。就是出去把它免掉啊，然后再进。4号夜里12:00。我拉个必须还要下去啊，那下去不还有给钱吗？对呀、到了零四号要钱，00:00到24:00中间任何时段你出去都不要钱。那我这卡呢，就给他也行了，给他行，不要钱，谢谢。挡住了，1000多块了，开玩笑，肯定要问到清楚。师傅一定说2000公里不下高速吓死了。啊，这咋的呀？这他妈吓死了呀！啊。笑死我了，他以为就跑个小短途。啊，那我先下去一下。我说我2000公里不下高速、啊。没想到2000公里。你能开这么？对。继续行驶14公里。好，上高速。上高速来。啊。我来。1700。1700。Let's go。Go go go。这就叫高速吗？这条路就叫高速。这路过了那么严着吗？不一样，这条路啊。嗯。它上来之后就是要么就是100，要么就是最低就是80，知道吧？现在还是120。